Hey yo guys， 我是鲁特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玩看史兰兹这只英雄。那如果你有在关注比赛的话呢，应该会发现说，最近这些比赛啊，最常出的射手呢，第一个不是林地，第二个凡恩，第三个就是史兰兹啦。那我们今天也来玩玩看史兰兹打野吧。好，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呢，要记得赶快订阅哦。还没有追踪我的 IG 以及我的脸书粉丝专页的朋友们呢，也记得要赶紧去追踪哦。好，那这边开局呢，我们先从我们的蓝 buff 开始吃起哦。那其实兔子啊是比较不缺蓝的。那通常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会选择先吃红 buff， 因为我觉得红 buff 呢对射手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哦。因为普攻如果我们今天打到敌人的话呢，会有附带缓速以及灼烧的效果。所以如果是玩射手的话呢，那我都会从红开始吃。那没关系，这一场我们就先从蓝开始吃。那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史兰兹这只英雄是强在哪里好了。先来说说史兰兹的被动，他的被动是什么呢？被动呢就是每两次普攻之后呢，第三次普攻他会对敌方身后的敌人造成一个攻击穿透的效果。也就是说我们普攻完两次之后呢，我们那一次接下来的第三次普攻，我们会对我们打到的敌人后面的敌人呢全部都造成物理伤害。好，那所以呢，这就给史兰兹一个在会战里面输出非常大的空间啊。我们今天如果在会战中持续的普攻的话呢，对面敌方英雄背后的人也会持续的遭受到我们的伤害。好，接下来说一说一技能。一技能呢，就是史兰兹的核心啊。一只史兰兹如果玩得 very good 的话呢，怎样？一技能就要非常的准。他的一技能是什么呢？就是史兰兹啊，他会丢出一个飞行长矛哦。那对第一个碰触到的敌人呢，会造成晕眩。那如果这个飞行长矛呢飞得越远，那在最尾端的时候碰到敌人，会造成最久的晕眩时间哦。最久可以到 2.5 秒吧，还是几秒我也忘记了，反正真的超久的。那这个飞行长矛呢，在拿来开战或者是拿来今天有人要冲你的时候呢，就一个无脑的往前丢，然后再往后一个跳，也可以保住自己的生命。那如果今天呢史兰兹有飙到人的话呢，各位可以刚刚看到哈，就是我们刚刚有其实有飙到熊猫。那我们怎么知道有没有飙到人呢？就是如果今天史兰兹的长矛飙到人的话呢，我们会提供给我们自己一个短暂的加跑速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呢，我们会突然冲得非常快啊，比跑百米还快哈。所以呢，如果今天飞镖丢出去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立马跟队友说：“我镖到了哦。”为什么？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呢？因为呢，我们的跑速增加了，就代表说我们有镖中了。那史兰兹的EG啊，真的是非常远哦，那个距离可能可以到达荧幕之外哦，就是你整只手机也看不到你有到底其实有没有镖到，或者是你要怎么瞄准。所以呢，如果在瞄准的话呢，我们就要靠着滑荧幕来看说，我们是要预判吗？还是我们就直接丢？好，接下来说说二技能。二技能呢，就是史兰兹往指定的地方跳一下。那通常这个跳呢，我们是拿来要保我们自己的。像今天这一场对面有熊猫，所以呢，我们在熊猫或者是赵云要打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借着二技能呢来拉一点距离哈，让他们不要那么容易的就把我们秒掉。好，接下来是大绝。大绝是什么呢？大绝按下去之后呢，史兰兹接下来的普攻都会特别的痛，好，附带一个什么什么效果吧，最大生命的效果之外呢，还会加攻速，好，非常的 OP， 还会加跑速，算是一个很厉害的大绝。那看完他的技能组之后呢，代表史兰兹是一只靠普攻的角色，就是他在会战里面他靠的不是技能，有啦，靠技能那只靠一个飞镖。所以呢，我们最重要的输出来源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普攻。那因此呢，我们的奥义呢，我们就带了一个觉醒精灵龙爪，觉醒来增加一点攻速，精灵也是，那龙爪就是射手必备的啦，可以增加一点前期打人的痛度。那装备的部分呢，可以在左下角可以看到，在 LE 下面可以看到。好，这边打了起来后，那个敌方的中路莉莉安一个冲过来，马上被貂蝉晕住了。不得不说，这个貂蝉很会冰吼，所以呢就保住我们一命啊。那打完刚刚那一波之后呢，我们一个人也没杀到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接下来持续的去把我们的野区收一收，持续的发育。那史兰兹啊，在前期其实是一只比较怕被反野的角色。因为他是比较偏后期的，
在中后期的时候呢，史莱兹才会渐渐的展现出他非常强大的普攻能力啊！哇，那个会战里面一直射一直射，那个真的很痛哦。尤其是在龙骨剑出来之后呢，哇，那个射人非常痛。那玩史莱兹呢，我的攻击选项呢，我会选一个血量绝对值最低哦。那这也不多说啦，这就是一个射手。通常玩射手我都是射这个选项啦哈。好，这边可以看到哈。打完下路那一波之后呢，我们已经出到龙骨剑，这代表说我们会越来越痛哈。那我们就在中路蹲了一个莉莉安，结果呢，我们每次都没标到，非常的可惜。如果呢，我们今天在蹲别人的时候呢，我们一标就中，一标入魂的话呢，哇，那莉莉安是绝对死的，因为那个晕眩的时间其实非常的长哈，那个距离感觉就是已经在矛的最尾端了，偏偏就是被他一个扭这样扭过去了，很可惜。那这边可以看到我们中路冰到了凡恩啊，那再搭配我一个飞行长矛最尾端的一个伤害呢，我们就把凡恩这样的收掉啦。那收掉凡恩之后呢，我们就再来把对方找到一个时间差，把对方的红给他吃掉之后，清一下上路的兵线，准备来推上塔。因为凡恩已经死了，所以呢，这座塔我们基本上就是一定推得掉啦。那推完塔之后呢，发现敌方全部都跑下去追塔拉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塔拉给他们的魅力是如此的大。那我们就继续看能不能把这座二塔给他推掉。那推完外塔之后呢，凡恩又复活啦塔。于是呢，我们一个飞行长矛命中了之后呢，开个大绝加个攻速，然后顺便也把他干掉了。那这时候呢，凡恩又这样被我们收掉了之后呢，我们晕到了古墓之后，也把二塔给他推掉了。结果这时候呢，赵云敌方的赵云还有古墓才来守这座塔，不过为时已晚，有点可惜。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来守这座塔的话呢，我们是没办法把这座二塔给他推掉的，因为他们刚刚跑下去，选择跑下去抓了塔拉嘛。好，这时候比数呢来到了9-8，游戏已经进入了中期了哈。那我们现在的等级是一个12等，基本上我们现在只要飙到一个人，那一个人就会死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会战里面，我们就只要顾好我们自己的走位哈，不要太容易被抓。那这时候呢，看到赵云一个想要抓我，那我们一个往后跳之后呢，顺便把赵云给他干掉了。结果这时候没有注意到熊猫就在上面的草丛啊，非常可惜，就这样被熊猫一套就秒掉了。因为是射手嘛，毕竟体质还是蛮差的哦，被熊猫随便打一套哦，轻灾怕劫，我们就会升天了。所以呢，在会战里面更是要注意自己的位置哦。好，那我们复活之后呢，赶紧的出来先把 buff 给他吃掉，野怪呢也先全部给他收完，确保我们自己的发育之后呢，准备再来打团战。不过呢，我们的队友从上一波打到现在这一波还在打啊，那没关系，我们的队友刚死了之后呢，哇，赵云就很英勇的冲进来想要杀我们哦，那我们就一个往后跳来跟他拉一点距离，因为跟他拉开距离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不会那么容易的被他吃到整套的伤害哦。只要不要给他打一整套的伤害呢，我们就不会死。我们不死呢，我们在会战里面就会有非常大的输出。所以呢，尽量绝对要注意自己的走位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时候我们来推一个下路兵线。那看到凡恩在这附近，所以呢，我们就随便盲标啊，庆才丢了一个标，结果虾米都没怕丢。好，这时候呢，熊猫又自以为是的又在那个草丛里面哦，这时候我们队友已经打了起来了，但是这一次呢，我不会再上当了，因为我知道熊猫就在左边的草丛，所以呢，我就要晚一点进场，我要等熊猫把大绝缴掉之后呢，我们再进场。于是呢，我们就看到熊猫已经把他的大绝缴掉了之后呢，这时候其实只剩下赵云可以对我们造成伤害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就直接跳上去赵云那边，然后给他一个制裁哦，那赵云也这样死掉了。于是呢，我们就可以顺利的把中塔推掉。那这时候呢，我选则要杀这个莉莉安，结果非常可惜啊，那个长矛吼最后一个没有碰到他，如果碰到他的话，他就死掉了，非常可惜。不过没关系，好，那这边呢没办法把高地推掉之后呢，我们就赶紧退了吼。那这时候因为我们的古墓可能是因为是树木的关系走得比较慢，所以呢没有退掉。不过看到熊猫冲出来，我们刚好飙到他，那很可惜没杀掉他。又看到赵云，哇，每个人都想要往我身上冲。那因为没办法嘛，看到射手就是要往他身上冲啊。玩射手呢，就是要有心理准备，准备被冲。哦，有没有一堆痴汉啊，一大堆痴汉，看到你就想要非常的接近你。
那没关系，当他们想要接近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赶紧的闪开，就没事了，不要一套被抓掉就 OK 啦。好，这时候可以看到呢，哇，我们的塔拉跟我们的凡恩打了起来齁，那我们就一个镖，结果呢一个小兵非常忠诚的帮他挡住了这个镖啊，如果没有挡住呢，可能我们就收掉他了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对面的队友呢也及时赶到了齁，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准备来打这波会战。不过这时候呢，我的血量非常的残啊，那但是呢我觉得我又觉得打得赢齁，所以呢我们就先飙到了一个熊猫之后呢，赵云又再度的想要往我们这边冲，那我们就先把位置拉开了一点之后呢，我们不要太靠近战场，因为呢我们的状态非常的差。那这时候我们的貂蝉哇真的很会冰齁，冰到了凡恩，那我们这时候我们再补一个飞行长矛，晕住了他之后，他就这样被我们收掉了。那最后呢，我们也把莉莉安给他收掉了，成功的一换四打赢了这波会战哦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上塔的兵一大坨的齁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先来推个上路的兵线，其他路呢就交给队友去，不用跟塔拉走同一路没关系啊。结果这时候熊猫一个冲出来想要清兵，结果呢我们刚好标中他，他就又这样死掉了。推完了上塔之后呢，我们就转到中路来齁，那配合小兵一波一起进去。这时候看到赵云他的脸上写着我要冲你齁，所以我们就一个跳，幸好呢没有直接被他冲死。那这时候再丢一个镖，刚好晕到了凡恩。那看到莉莉安的血量非常惨，于是呢我们要杀人，我们就直接冲到温泉里面把莉莉安杀掉之后，完成一个三连杀。那玩到这边游戏也结束啦。好啦，那以上就是我今天带来的史兰兹打野实战解说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Walking alone, the streets are empty. The only thing I can see is my own silhouette. I'm getting stronger, step by step. The clock is ticking, but there's no time for me. I've been flying from town to town.